我是不是不会被记住？连名字只能是高妈妈。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故事，那我们就是把这样的故事跟大家的喜好呈现出来。我们消失的不是只是一个生命，一个老人家。主爱，他随便信口拈来，他就可以把他想要讲的话用唱的给你听。我为情，就对这里唔能放。你爱专心唱，甲你唔爱唱。